那些，就是我们你们喜欢你们支持对吧，多一些时间去陪伴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喜欢你们支持，多一些时间去陪伴，哪怕咱们直播间剩下五个人、十个人、二十个人，就聊聊天就可以了。我私信里面有好多家人们给我发消息说，给我介绍，我都拒绝了。就是我们不去说些别人的坏话，就是我跟你讲，就是啊，有问题都是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大家各自安好，等这段时间过去了，如果还能做朋友，那就重新再来，对不对？默默彼此祝福。不提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提了。总会有一个人要去扛下所有，对不对？总有人会去扛下所有。总会有人扛下所有，对不对？之前我该说的，不管该不该说的，有些我也说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有些时候你们理解不了，就是直接告诉你们讲，你们理解不了，你们都不问过为什么吗？你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一言难尽。对，这个词语用得很贴切，一言难尽。咱们家铁粉丝也不用说什么，就是为我说话，就是，哎呀，谁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。我也需要花时间去疗伤，去抚平这段时间，这么长时间的折磨、折腾。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。对，解释多了别人会抓把柄。男人需要疗伤，男人就不需要疗伤了吗？怎么说？对，怎么说别人都不理解，其实我就不想说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是吧？感谢苹果红。咱们昨天加二群满了，就是咱们没有加粉丝群的，咱们就是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交往、愿意去相处的，
咱们去加三群，好不好？我给家人们拉了个三群，一群二群好像都满了，然后一群的有一些门槛比较高，咱们去加三群，好不好？有些事情我不太想在直播间里面这么去讲，真的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说了好多遍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啊不相逢。你们可以去加三群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到时候管理给家人们通过。我不想去搞事情啊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不想去搞事情。如果我真想搞事情，那天下都大乱的。我不说吹牛逼，如果真的搞事情，那天下会大乱的。所以说，我说了优雅的退场。当初想什么？当初冲动了。我说了，这个事情过去了，咱们不提了。所以说我希望什么呢？就是咱们直播间以后不要提这个事情了。你们不管是谁的粉丝，我现在已经是早点在做决定了，早点在做选择，早点在做决定。所以大家看的是表面，我也是你的铁粉，就是你们现在我不能去讲，家人们，你们要理解我，我不能去讲，讲多了过后，真的搞得大家你骂我，我骂你，好难看，就是你们觉得我不行，你们不愿意跟我做朋友，那就算了。愿意跟我两个讲做交朋友，然后你们可以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三群加不进去？你们申请一下好不好？有些时候我是真的想发个脾气啥的，知道吧？你们理解不了。算了，我也不想去带这样的节奏。聪明的人，懂的人都懂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想发点脾气的。算了，也不想去带这样的节奏，到时候天下大乱。哎呀，没必要。优雅退场。家人们，就四个字，优雅退场。对，我也不想让这些黑粉去左右这些情绪。感谢秋雨。燕安以前被骂，哎呀，慢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慢慢就好了。一种，我们是白粉，我希望你们能理解，因为我不想去直播间去讲一些负能量的话，然后两边带节奏骂的不可开交，真不想，我是不想看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
还有你们说我不帮他啊，我告诉你们不是我不帮他，我说过了大门一直敞开，但是你们又不懂，我这边大门一直敞开能理解吗？能理解的扣个一。什么叫大门一直敞开？我有没有说过？能理解的扣个一。我说过没说过大门一直敞开？不要。所以说我有时候不想去提，家人们，什么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去提吗？就是提来提去过后全是节奏，全是矛盾。他想出去闯一闯，你们就陪伴和支持就行了，知道吧？他想出去闯一闯，你们陪伴和支持就可以了。如果外面混不下去，我大门依旧敞开，我这样做有没有毛病？我支持他出去闯一闯，去见见世面，看看外面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。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说优雅上场？好比大家闹得不可开交，我也没说他一句坏话，是不是？我是说没必要优雅退场，能明白吗？我从来没说过他坏话，我让你们喜欢他多陪伴和支持，能明白吗？喜欢他多陪伴支持。欢迎朱姐，咱不去聊了。你大姐，我们不要去再聊这个事情了。你就再去聊这些，欢迎勇儿，再去聊这些，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人跟着又去受一些啊伤害。来，此时此刻打一波正能量，感谢林小妹，打一波正能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翻篇了，翻篇了。哎，管理们都回来了，翻篇了，翻篇了，翻篇了，好不好？翻篇了，打一波正能量。你们老去带，又带去带这些节奏。会越来越好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要相信会越来越好的。感谢秋雨，慢慢慢慢咱们把这个事情忘记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慢慢慢慢咱们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。优雅，什么叫做优雅退场？什么叫做优雅退场？你们难道真的不懂吗？
你们想看到两边骂的不可开交吗？我把我女儿介绍给你。我现在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短时间也不会去谈什么恋爱，没必要。好好干自己的事情，回到之前的这样的啊正常的生活、正常的工作当中，我认为是最好的。短时间我也不谈什么恋爱啊。就我不想两边粉丝大打出手，真的没必要，一点必要都没有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是你们不要去问为什么，总会有理由的吧，是不是？你们要相信我，优雅退场一定是最对彼此最好的，好不好？感谢向先生。感谢向先生。我帮助过多少人，其实我不想直播间去讲。兄弟笑一个，看你怎么那么不开心，这分手了那能开心吗？是不是想开心都开心不起来？因为我心里憋了太多的事情，憋了太多的话，但是我又不能去说，一说了这世界就大战了。你的家人跟我的家人差不多，说实话我是真的憋了太多的事情了，我不想去解释，一旦说出来了世界大战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罢了罢了。大家都安静点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安静一点，把这些事情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喜欢谁，愿意支持谁，就好好去支持谁，去陪伴。咱们不要去讲那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这样憋着也很辛苦，你们天天过来找事儿啊。我不想去搞得大家，不想去搞成这样，真的，我不想去把到时候把大家搞来，啊，大家都臭名远扬，
何必嘛？对，我不想去解释，到时候几千人干仗，哎，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王菲把阿梅追回来了，我跟他们不熟，家人们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太委屈了，是不是？没事的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对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至少咱们直播间的这些粉丝，陪伴在一起的粉丝，我会告诉你们，啊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们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不会让你们或许或悲